群中拍摄到的这只白色大熊猫步伐稳健，身体壮实，毛色光亮，可以看出这是一只非常健康的野生大熊猫个体。白化现象虽然罕见，但是在脊椎动物的各个类群里实际上是广泛存在的。通过相机拍到的影像来判断，这只白色大熊猫从2019年5月到2020年2月期间长大了不少，体格也更加强壮。相较于小时候的通体白色，它现在的四只毛发显出淡淡的金色。2020年两次拍到的这只白色大熊猫都是在单独活动。我们初步判断它已经3岁左右了，并且已经离开妈妈自立门户了。